他们要打斗不能毛躁，你要开打，你一定要冷静。比特犬在早期常出现在斗狗场。其实比特这种犬，他们真正的血统够好的，那饲养又正常的，比特是不会咬人的。比特只会咬会动的动物，是一个很忠诚的犬种，它会想要保护主人。都可以到吗？忠诚稳定是比特犬的特质。担任兽医三十多年的蔡瑞刚医师饲养两只比特。很多客人来了，去楼上。电话来，他就去门口等，要上楼。知道客人来，我们不喜欢他们在楼下。对啊，他弟弟就会跟着哥哥走嘛。他们大多时间跟蔡医师一起在诊所工作。他们还是全台唯二猛犬当治疗犬。吃东西你可以搓屁股、拉尾巴、堵，你怎么弄它都不会生气。只有其他的动物不能靠近，因为他们太忠诚了。对，就像他跟一群小孩子在一起，那群小孩子绝对不会出事情。但是你只要陌生人冲过来，那个人陌生人就危险了。这是他的特质，就是这样。先问阿姨。好，什么呢？问可不可以摸？好。跟毛孩相处，你的方法对了吗？但人狗冲突怎么还是不断？直视狗狗的眼睛，盯着它看，这个就不礼貌了。那再来就是，如果要接近狗狗的时候，我们手突然直接的往它的头这样子正面的迎来，这件事情也不礼貌。刚刚这个雨伞在拿出来的时候，它就一直很有敌意，就一直在闪雨伞呢。跟教育小孩子一样，对，就是因为狗狗，你从小到大，你也是要教它，就是怎么样，它才怎么样才是它，就是我们希望它有的那种行为。要养任何犬，你们都应该要先去做功课，去了解到它们的特质。那当你清楚明白它们的特质，你才适合去饲养，而不是一头热。要让它成为忠犬或是狂犬，说穿了，狗自己无法选择。饲养就得协助他社会化，才能有更友善的毛孩环境。大爱新闻李嘉欣、郑瑞平，屏东报道。